们看例题，当电子的动能是81个电子伏特，它的物质波波长是 1.36 安，那么当它的动能是324电子伏特的时候，那物质波的波长为何？我们知道那个物质波的波长哦，兰达是 h 呢除以 p， 哦，这是一个 De Broglie relation 啊，哦 De Broglie 关系式，哦，这个关系式是 De Broglie 假设，啊，后来证实这个关系式是对的。好，这个等于啊，这个是等于 h 哈，啊除以动量是等于2 mEq， 哦 ，eq 是电子的动能，也就是说哈。这兰达跟什么呢？跟 EK 开根号乘完，所以我就知道呢，兰达 Planck 除以兰达等于多少呢？根号 EK 除以根号 EK Planck， 这样等于多少？EK 是81啊 ，EK Planck 是324。好，这个是个四倍的约分一还是十？出来是二分之一，也就是说哈 ，lambda Planck 是 lambda 的一半，就等于二分之一乘以 1.36， 你看0.2624286，0.68安。